全垒打不是我的专长嘛。以前我在队上，我的那个长打能力也不是那么的好。不过当然全垒打是有啊。那印象最深刻，当然就是在台中对那个威尔，新农的威尔，对，就是打那个一场单场两支全垒打啊。我也没想到说第一千支是我打，所以联盟第一千支红不拉丝，那个还特别有一个纪那个纪念牌颁奖仪式啊，一般都是木头一块，但是我的一千支还蛮值钱，那时候奖一千支还有金牌，还有一支金的球棒，这样虽然不大小小的，它还摆在我那个家里，所以。我想下一次有机会的话，我就把它带过来这里稍微展览一下。那一个在中华职棒来讲，也是一个对啊，第一个一千支的里程碑，也是不容易啊。对，不是不容易啊，是蛮幸运的。这个我像我这种打者，老实讲，人家要猜也不会猜是我打。就像元年开幕战，谁也。